重庆是一片英雄的土地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重庆革命老区大多分布在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，这两个山区曾经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两个。如今这里早已经脱贫，走向了乡村振兴的道路。今天大型系列报道《老区行》，带您走进重庆老区。重庆城口县属于川陕革命老区，地处大巴山腹地，野生中药材资源面积超过20万亩。曾经上山采药是老百姓最常见的谋生手段，滥采乱挖一度严重破坏药材资源。2019年，村民们告别了过去粗放的采药模式，成立专业合作社，发展中药材生态种植。2021年，全县中药材投产面积近10万亩，产值近7亿元。当地接近40%的农户参与到了中药材产业中。在村里面那个能不能集中种植了过后啊，也把我们那些原来都是外出打工的那些劳动力吸引回来了，他们就跟在家门口发展产业，增加收入，又把我们的乡村振兴起来了。2020年，城口县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合作共建重庆大巴山中药研究院，科技赋能为种质资源开发绑上了加速器。如今的城口县已经形成了中药材从科研、育种、下地到加工、制药、销售的全产业链，成为重庆规模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基地之一。中药材产业给重庆老区带来了新面貌，因地制宜的特色旅游让老区人民找到了致富的新路径。彭水县安子镇罗家坨村就凭借独特的苗寨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客。这些服装也很漂亮啊！等一下我们也想照一下照片呢。罗家坨村地处乌江东畔武陵山深处，村里80栋吊楼有500多年的历史，曾经是当地苗族最繁华的聚居地。从2009年开始，当地政府先后投资7000万元对罗家坨苗寨进行了提档升级改造，打造富有苗族风情的文旅产业。菜来了，这是我们山上的竹笋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神仙豆腐，都是山上产的，你们慢慢品尝。罗家坨村去年接待了20万游客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从2010年底的5300元增加到2021年的12000元。所以越来越多的游客都来我们这里寻找乡愁，我们老百姓收入也增加了。交通曾经是制约重庆大山深处老区发展的重要因素。10年来，重庆城口县、潜江区、石柱县、秀山县、酉阳县和彭水县6个老区县一共增加了公路2万多公里，桥梁179座，在悬崖上凿出了一条条天路，让天堑变通途。2021年10月，石柱至潜江高速公路全线开通运营，拓展了长江航运的辐射范围。今年年底，重庆老区城口县到开州的高速也将通车，届时重庆将迎来县县通高速的时代。得益于基础设施快速发展，2021年6个老区农业总产值突破237.25亿元，老区的生态畜牧、茶叶、油料、烟叶、中药材、特色经济林等山地农业实现了持续发展。城口腊肉、酉阳油茶等一大批区域特色品牌从深山走向了全国。此外，重庆老区的高铁、电网、5G 基站也在加速建设，催生出了电商等新产业、新业态。秀山县如今已经成为了跨省电商贸易中心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曾经贫困的秦巴山区已是旧貌换新颜。2021年，重庆老区的生产总值为1341.68亿元，相比于10年前增长了184.16%，老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